再帮我。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一个德布，你看这边整个现场，哇，超漂亮的。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海边，然后这边非常的安静，都没有人，然后可以在这边很自在享受一个时光。大家看一下哦，噔噔，非常安静，然后还有海鸥，海鸥天空飞。超级清澈的，好啦，请问一下我们在哪里？在伊根的周屋，在伊根，我们现在很在伊根。我要这里，耶、yeah, ，微笑。这边有一个30分钟免费的停车场，所以我们现在正停在这边发呆半空中。啊？然后这边无时不刻都有海鸥在这边飞来飞去的，感觉非常的不错。嗯，这边一停车就可以直接在停车场里面，然后就在岸边这样坐着发呆半空休息。啊，天气非常的凉爽，空气非常的清美，然后顺便听听海鸥的叫声。我想这就是人生吧。我们现在在那个伊根湾的一个游览船，现在要进去开始准备出航。然后这边的话是在一个可以买票的地方，大人的话是800元。等一下我们要买票就直接入场。门票在这里，两张。然后等一下我们就往这边进去，待会就可以坐船。让大家看一下，现在大家都在这里等船啊。然后这边有人说要买一根的那一个虾尾鲜，一个虾尾鲜在这边，旁边100块，啊，那你就可以买一包，然后买一包这个，那就买一包这个就可以拿来喂我的海鸥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再买几包来试看。这是慢慢的海鸥在包围啊，呜呼，太伟大了。老鹰也来了，太夸张了，连老鹰来也来了，老鹰好近，太扯了，厉害，老鹰都来了，超级夸张，来看我一下哦，耶、yeah ，上船了，我们待会就要开始来一个海鸥尾鱼秀，那我们现在这边。大家要出场去，然后非常让人感到紧张。要来喂海鸥吃东西。我现在在路上，我都发现我都是老鹰，都是当地瓜的。我喜欢你的声音，希望也可以给贵宾。你在干什么？我感觉怎么样？很可怕。
来丢剩下几个过去吧。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啊？天桥立。天桥立，哎，这边这个地方也算是一个京都一个很 popular 的地方。我们现在在天桥立的两个站点的其中一端，所以这段话正刚好是比较冷门的一端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打算从那边慢慢的走过去看看。好，我们走吧。也是天桥立另外一端的海边，我们看这个满满的绿色风景，这超级棒的，好夸张哦！这是怎么一回事？非常神清气爽。这边过去的话，就会前往那个伊根德州屋。我们现在就两个人就这样一直走着，边走边发呆啊，放空，这种感觉真不错。它这现场有一棵松树，有两棵松树叫双龙之松。它这边有这两根，这两根都是中空的，超酷的。对，看得到对面。在天桥立这边啊，很多人都会特别来这里骑脚踏车，超级放松。哇，你说是吧？传说中会转弯的桥。指挥艇组合，这是天桥立唯一的开口，开口就由这条桥来组合，它就可以走动了。哇，那大家就开始这样子往返成功，机车也可以骑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吧，太酷了，这很夸张哎。然后大家你看，现在整个画面又充满了画面，太酷了。这桥是可以开的，对啊，这桥可以开。我以为会这样子，就是这样。对，就是用转的。好，对啊，有新接触，非常大的裂缝，是从另外一边的走过来。现在我们是从另外一头走过来，另外一头就有一个桥。我们这边的话，现在是最热闹的入口处。这边是走吊桥，人就直接上去了，很快哦。另外一边就坐大型的工具，娃娃会比较怕，所以我们就坐这个上去吧。你有看到吗？你有看到吗？有看到了吗？有看到了吗？看到你。看到我。好难哦。到底怎么看的？我跟大家讲一下。像这个飞龙观，那最后倒着看的话，它会长成这个样子。倒着看。好。我啊。要。你在哪边？飞龙。飞龙在天，那现在在飞龙在天的飞龙观。这边有很多很好玩的小朋友的设施哦，是一个小小儿童乐园。现在要往那个黑龙的围栏前进，所以然后越走越高，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。我们要往这上方走，对基本来说这个还算蛮恐怖的。我们现在已经注意到这回廊的入口了，但这回廊入口其实它转得很高，它转得很高，是吧？所以小姐，我们准备好上去了吗？小姐，你会抖吗？小姐，好像会抖哎，很恐怖。那我就往这边望过去就很漂亮了。你看，我这边望过去就直接是一个哇，天桥立沙洲，非常漂亮。那我们就先上去了，拜拜。好，我就慢慢露营了，继续前进。那这样。Thank you.
在天桥里的周遭的店吃海鲜冻。